你们有见过这么猛的孔雀鱼吗？观众小伙伴们，你们见过这么凶残的这个孔雀鱼不？这个虾就这么活活的被咬死。这个虾还活着的啊，直接就把它拆了。哇，我这训练出来的孔雀鱼吗？每天给它喂这个苹果螺，然后训练出来的吗？这太猛了吧！食人孔雀鱼。哇，太过分了。哎，你看这只虾还在动呢，哎，动了。这只虾是活的啊，然后就直接被咬死了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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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暴力了！哼！好像外面的孔雀鱼好像都没有这么暴力的吧？好像都很温柔的，只吃浮食的，怎么会去抢食的呢？我天，这就跟几只大白鲨一样，是吧？喂喂，别吃我的，别吃，别咬我的荆棘刺啊！啊，我的香棘刺啊！